包子，哎，要了没有啊？啊，有酒吗？啊，有酒吗？有酒。哦，有酒。你能喝点吧？那是我得喝点，我不喝。喝点是吧？行行行。不喝我不上这了呀。哦，行行行行。酒在这哈。嗯。这样。嗯。你喝喝白的能喝多少啊？我喝多点算多点。哦。行。找小本给我倒上去了。哦，行行行，你要找小本是吧？行，我给你拿小本啊。哦，行行行行，对。啊？不要钱了。呀，酒也不要钱了啊。不行不行不行。那两个吃，那两个吃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干。不是，我他这这个我也是过来吃饭的。哦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过来吃饭的。没事没事。不行不行。不是我这个酒是我卖酒的。啊？我卖酒，这是打广告的，卖酒，你随便你喝。哦，这个酒啊，还得等一会儿，兄弟们啊，这是哎，这是水煎包是吧？水煎包，这炉子挺好啊，炉子，还不熟是吧？等一下，快了，这个没烟囱，烟咋跑啊？就慢慢的这种乱跑了，哎，慢慢消散了，慢慢消散了。熟了吧？嗯的。熟了。哎，这咋卖的？是一块钱三个。一块钱三个。对。啊、哦。韭菜豆腐。对。韭菜豆腐粉条、啊。这个锅不错啊，这锅不粘锅。对。这一盘是多少个？是五个，五块钱的。五块钱的啊。行，啊，三盘啊，多漂亮，金黄金黄的，香喷喷的，先放这儿啊，看看这柴火，玉米秸秆啊，哇，你看这是在包的，这你们都是一家吧？是一家人啊？一家啊，全是亲戚啊？俺是找的小伙。哦，哎呀，你这是，这是怎么喝的？我也喝呀。哎，你喝要这样喝的挺有创意啊，哎。挺有才的哈。有才有才有才，刚才说你扎那个孔扎不好扎，但是喝这个喝的，是吧？喝出感喝出什么来了？喝出花样来了啊！那这一包下去喝都好了，这一包下去绝对好了。好了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整粉条喝吧。扁粉条，嗯，扁粉条，韭菜还有豆腐啊。嗯、这一个处15是吧？嗯。哦，那哎，大爷，那俩吃这个水煎包啊？哎、吃这包子？哎。要了没有啊？啊？有酒吗？啊？有酒吗？有酒。哦，有酒。你能喝点吧？那是我得喝点，我不喝点是吧？行行行。不喝我不上这了呀。哦，行行行行。酒在这哈。嗯，这样，嗯，里边只有这个素的，哦，两个人坐一起是吧？啊？多大年纪了？今年？他六十七啊。你呢？你有七十？你六十几？我七十啊。你七十？嗯。哦。我驸马的。哦。你喝白的能喝多少啊？我喝多点算多点。哦，行。找小本给我倒上去了。哦，行行行，你要找小本是吧？行，我给你拿小本啊。啊、哦、行行行行，对。啊？不要钱了。呀。酒也不要钱了啊。不行不行不行。那两个吃，那两个吃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干。不是，我他这个我也是过来吃饭的。哦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过来吃饭的。没事没事。不行不行。不是我这个酒是我卖酒的。啊、我卖酒，这是打广告的，卖酒，你随便你喝。哦，这个酒啊，但是能喝多少喝多少，别喝醉了啊。哦哦，行吧，嗯，这瓜杆酒。哦，瓜杆酒。嗯，蒙阴的。啊？蒙阴产的。哦。瓜杆酒，你看见过吗？这瓜杆酒，你眼不大的，不大好使是吧？眼。眼两眼都看不着了。但是两个眼都看不着了。哎，那啥？你不是都领着我了？哦，这个大娘你眼看不着，这大娘这个、说话不是多清楚是吧？对。哦，那俩刚好一起这样，
打板。我感觉我去过，他领着我。他领着你？不领我没办法走哎，我都在家里我上帽子，他都是领着上帽子。哦，行。嗯，你给我倒点酒。行行行，马上你倒。不是，你想吃啥菜啊，大爷？你给我说想吃什么菜？菜有什么菜装？这里没什么菜，我给你买。这里有，就这有煎饺，这有那个啥，这你手里摸着是。这是水煎包，再吃什么菜呢？豌豆汤还是要啥？你下酒，豌豆汤行吗？行，豌豆你滚那个豌豆吧。羊肉汤你行吗？我不喝，不喝羊肉汤啊？嗯，他不喝，他不喝是吧？豌豆汤，两碗豌豆汤行吗？一碗就行。一碗？嗯。那个大娘还喝嘞，两个人喝。哎，他喝我都不喝了，我觉得喝的酒。那你得吃点东西啊，那两个。哎，大爷。俺家这个豌豆汤我要两碗，你给我送到那个煎包那里行吗？水煎包那里。行行行，那多少钱一碗啊？那个5块。5块，我先把钱给你啊。哦，行。那个啥，那有扫码啊？要你扫码的吗？扫码都行。扫码都行是吧？嗯。给哪了扫码的？这不这个。哦，行。对，大爷大娘，那俩那个吃里头放辣椒可以吧？啊。有那两个吃辣椒吧？那个豌豆汤。又要辣椒是吧？两个都吃是吧？啊，行行行，也够了。这点我都够了。啊，你不喝不了多少啊？啊，你喝不多是吧？喝也就喝3-4两。三四两，这个酒是度数高啊，倒是不行吧？嗯，这个酒高。刚度数高大是吧？嗯。哦。要不我给你买一瓶那个啥，也买瓶度数低点的。呀，我不喝那些。哦。不酒，我给你买几斤那个散酒，你喜欢喝的？我家有散酒。有啊，哎有啊，哦，大队给买的，大队给买的，哇，都是大队买啊，哇，那大队还真不孬了还，啊，他钱都在大队，他不给我买就行了嘛。哦，国家都省里都转上哪去了？对，哦，这个省的这个拨些钱来都不管大队的拨，哦，拨了给我买的吃，我都跟京人跟在京人院是一样了，跟京人院一样了，哦。不要，我不要，这都够喝的。够了。包子不吃了。哎。打回去吧。包子不吃就拿着吧。不能吃了哈。哦，我家里有冰箱。哦，有冰箱搁冰箱了。哦，家里还有冰箱了，大爷。啊，可以。冰箱搁冰箱了，就是了。你早点带。到了家就搁冰箱啊。那再给你烤个呢。都涨了。都涨了。都涨了，都涨了，都涨了，都涨上，都涨上，涨了都，啊，都，他都给你涨了，都给你涨上了，涨了，哦，这花人家的钱都完了，行啊，他给你买了，没事，大爷都买了，哎，慢点，这个锄头别碰到人啊，慢点啊，好，哎，你还想，你还带回去还，你还要点什么吧，我给你买点吃的，不要，什么不要了，要。煎饼行吗？买点煎饼行吗？煎饼我不要。煎饼能放。老板，这馓子咋卖的？馓子10块。来一斤。好的。啊。大爷，我这买了馓子，买了硬买，没办法，我带不走了。来，等一下，大娘，来，我买了，给你，这馓子可以吃吧？你反你，你买这些干嘛？这是。哦，那我就不送你了，大爷，你慢慢走吧。哦。好吧。我走了，我走。啊，好好。